都不是为了奶粉钱。宝 baby 昆凌产后未满一个月就赶着复出，都是因为网民好心酸的真相。明星女艺人怀孕生子都是娱乐圈中的大事，尤其是像昆凌、Angelababy、杨幂等产后迅速恢复苗条身材。天王嫂昆凌产后未满一个月就复出， Angelababy 也是生完儿子后不久便回归奔跑吧。女艺人仿佛都是女超人一样，似乎不用休息，但其实这背后藏着辛酸真相。大陆女星于文文在闺蜜的完美旅行中和几个旅伴聊到怀孕生小孩的话题，提及像昆凌 baby 年纪轻就生小孩，身材恢复会比较快，不过身为女艺人却在产后没办法好好休息一段期间，几乎都是恨不得还没满一个月就复出工作，奶半年不在娱乐圈出现，没有什么消息，大家都不着奶了。于文文一语道破女星要在演艺圈中生存的艰难处境，直呼女艺人就是这么可怜。不过旁人心疼之余也只能无奈安慰，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也有网友感叹其实不止当艺人不容易，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为了生存都不轻松，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辛苦的付出啊。